腾讯视频抖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 怎样一个词来形容你右手边的成员？人类高质量男性。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啊，并不是大家流传的那种，就是字面意思。我想想，他能是什么呢？他不会真的以为勤劳、可爱。啊，直接形容出口，由内而外散发的可爱。前面那些我都算你说过了，好吧？啊，上就是幼稚。哥们叫做，哎，我十四，你还没过生日，我可以叫你哥们儿，懂吗？啊，对，非洲王只是他一个称号而已。然后非洲王子，叹气帅哥，这个吧，就换个。然后还有一个，随时随地都能唱歌，在厕所上唱歌高手，上厕上厕所也能唱歌。好，你评你家狗哥吧，熬夜达人。对啊，我现在在控制了。哦，再熬就该秃了。早起了，星星就没有。最近早睡早起。估计是我身上没有什么闪光点，能让狗狗来夸的。可以啊，曼斯男，李斯曼，啊，撕开漫画，漫画里撕开，都可以。对，关系，就不管什么就曼斯男。反正狗子在夸我，我很开心。斯曼男，男斯曼，男曼斯，曼陀斯。好啊。